哎，小师妹是不是昨天剪头发了啊？怎么感觉瞬间短了不少呢？欢迎我困困太子哥哥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师妹啊，你再剪短一点好看。你再剪，对你再剪短一点好看。你剪成那种的，剪成那种板寸儿，不行整光头，光头也好看，真的特个性。老个性了。